士林官邸菊展27号盛大展出，每年都以菊花展现精彩花艺。今年首度和三丽鸥卡通明星结合，营造13大展区的童趣意象。最佳男主角布丁狗带领大家认识各种美丽菊花女主角们，老中青同游，跨时代享乐。我们这次是以童趣为主，一菊同游是我们的主题。然后透过秋菊的布展，然后营造童趣，然后是很适合三代亲子同游的。那在今年非常特别，第一次我们跟那个卡通世界王国的那个三丽鸥的人气明星共同合作，我们总共打造了13个童趣意象的那个展区，然后在里面有很多好玩的，然后好可爱的那个卡通玩偶。除了赏花，主办单位也规划了一系列精彩表演和周边店家优惠等，其中更推出童趣童话糕点、创意餐等限定料理，创造赏景吃美食双重享受。除了透过花展希望营造市民的幸福，然后有美好的生活之外，我们也希望去推动国际化、产业化、在地化，透过这个展览，然后让人能够来，让当地的经济能够活络。所以我们也跟附近的商家有合作，然后有一些优惠的活动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展场当中也有很多的文创市集，然后有你会发现，就是说来到这边，有好看的，有好玩的，有好吃的，还有很多好康的活动，那收集相关的东西，那个几点，就有一些抽奖的活动。活动也推出集章六点，还有机会抽到 Switch 游戏主机，或是打卡换好礼等多元好康，期盼吸引台湾各地朋友参加，成为纾压或补充能量的国旅。记者问俊台北报道。